那今天我们要报告的故事呢，其实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医师对病人那个心疼，像家人般的爱。李伯宏师兄哈，把握这个书生的因缘哈，想要来参加这个金藏演义。那当时呢，李伯宏师兄就是测新冠病毒的快筛，哇，糟糕，结果是阳性的反应。那他到急诊的时候，其实看起来都还蛮好的哈，就是有一种叫做隐形的缺氧哈，需要浓度一测下去的话，只有55哈，这个是有史以来我看过最低的那个血氧浓度，已经到达那个缺氧呼吸衰竭哈，肺部在第10天的时候开始有一些纤维化的一个现象。所以我们就会同中医和西方的医疗已经达极限。那在第18天的时候就有一个逆转肾，当时的病情就是说，师兄突然就是测起来阴性了哈，就是可以解除隔离。第22天的时候，师兄就可以顺利的转到病房哈。那当时我就觉得说，心中有一个难解之谜哈，就是师兄为什么您在睡梦中哈，就明明用了镇静剂，但是手还是会有一个动作这样。那时候才知道说啊，原来师兄还心系着无量义法随诵的金藏演义。我就跟师兄讲说，我代替您哈，去参加10月22号的小巨蛋的灵山法会，我们愿发菩提心哈，那希望就是让师兄您赶快康复。我真的是很感恩呐、很感恩呐、一往矣，白衣大师菩萨。时常都说发观世音菩萨的心，那入地藏菩萨的愿，看到了几个个案啊，很感恩这世人上有福的呢，真正的就是利人群，拔苦众生，拔除苦难的众生，那就是大医王跟白衣大师。今天是的，人生的苦吼，无有比病痛搁较苦。迄病痛吼，一听落去到底，我宁可不要财产，期待我会当免除这样的身体的病痛。这都是病苦。所以医王呢有爱心，那白衣大士呢有观世音菩萨的心，这种的用这爱守护生命，守护众生的健康，这样当然我都是要很尊敬，很感动，这是很感恩，是为天下守护生命而感恩。医疗呢是这事关生命，而且呢是在人的身体哈，一病一痛啊，可以舍掉一切不要，只要拔除苦难，辛苦袂疼，安尼这原来人生无虾米好享受啦。总是呢，享受平安健康吼，这是上好啦。也最幸福的就是有缘甲大医王跟菩萨们呐、这样的大家汇合吼，那样的贴心呐、所以很感恩。我常常对家己讲吼，哇，真好命，结善缘呐。这自己会医疗人尽人呢，可以做到了如我的发的愿，要守护生命，守护健康，守护爱。我有一群呐、同心同志愿的大医王、白衣大师，都是呢同样的这样的心愿。很真诚的为抢救生命，所以说很感恩，一路啦，南下北往回来，如感觉说那份价值观
我也一直跟慈济人说，人人要自我盘点自己的生命的价值，不是很有钱都是叫做生命的价值，钱不会用，只是呢一直一直零零零零一直加起来多少个零啊，那哪怕呢那个零零零很多的前面的号码也多了啊，又奈何。所以呢我这一趟出门在高雄看到了社会的企业家菩萨事业都很成功，而且呢投入慈济啦，放下身段啦，那一份吼的很真诚的做分享。我虽然是很累，不过呢我都很开心，这样的开心吼，第一是安心，第二是感恩，所以这个天天都很欢喜。因为呢听到每一位慈济人那走入了社会，这么多的成功事业家现在都变成了成功的置业家，很多的很感人的分享，的确呢都是感觉到说啊，终于这一辈子了，很有缘啊。因为呢听到这么多的分享，可以想象哦，下回好人多，而且呢善良的爱呢很真诚的在我们的社会里，我会比较安心一点。同时呢我们要有信心，过去所做的真正的大家人都得到呢心安，而且呢得到欢喜，得到天天啊那一份的祥和的感觉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加强，知道所做的呢对社会也很有公益的感觉，不是为自己，都是为社会为人间而付出，那一种是真正的说付出无所求，还要说感恩啊，这一种的心态的确非常的难，脚踏实地真正的要去造福才真的有福啦。啊，这也就是人生的价值。看到成吉思他们回来，他是真正的哦，企业做这么大，他是哦在世界排名啦，不是跟他讲在这个国家排名，他是世界排名。还有林伟才，他们是真正的哦。都是很真诚啊，他们在马来西亚也都是公益事业，也都很投入。所以讲吼，这就是慈济很期待啦，在普天下都能被人人能看得到，能人人呢都可以呢。做得到，能这样呢？这一颗地球真正的呢，就是进化。大家人拢讲吼，要安怎保护地球？唯有啦，善多先罪啦，要多行善，同时呢，这种的正心念。正的心念，
如素，我感觉讲哦，如素呢，就是最完整的善，因为如素的人，时常都是警惕自己，这个爱护生命，所以爱护生命还要爱惜物命，不是讲吼无素食的人都无善，不是安尼。不过呢，有素食的人呐、啊，他们的善念呢是一定的，是能做得到，而且护生、保护生命，这种保护生命啊，就是所有善的完整的善呐、啊，这个保护生命，假如能做得到。所有的善呢，都可以做得到。